忍忍，那我们今天居然下我们忍者必须死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话是我们的5月29号是礼拜日的时候，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来蹲一下，好不好？蹲一下我们领主的卷卷啦，我觉得今天的话应该会蛮多人在发卷卷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悬赏令之日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抢爆这个悬赏令哦。那目前来说的话呢，假日的时候啊，或是我们就是那个晚上或是下午的时段啊，基本上应该卷卷都会很多。那是如果是凌晨的话，卷卷很少，但是基本上是可以比较好抢的啊。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有人发卷卷，我们就是速抢，这个 B 的也抢不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超快。我可能今天一张都抢不到，我是想要打一下我们那个梦境哥哥啦，好不好？打一下梦境哥哥，但是行梦如歌的这个领主，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出现哦？有没有机会？哇，出货送1690礼包哎、欸，太爽了吧！太爽了吧！太爽了吧！居然会送礼包哎、欸，还是他在骗？来来来，有没有机会？或是我看一下我自己的粉丝会不会，好不好给我卷子？怎么都是低呀、啊？不要低，我要那个领主，好不好？领主 A 的好像也可以，哇，进不去了。低的好像就可以耶。好啦，先把低打一打，直接那个好不好？直接求成那个求全了，不管了，好啦，随便了，能打就是福了。直接不管了，加油加油！这种图也应该也不用太担心啦、啊，这个应该随便碰几个那个飞镖球就打赢了。是我们的 Samurai 武士安安，就要冲过来了吗？去，不是哦，哎，我最近打悬赏令真的是，完全躺到底耶、欸！我什么事都没干耶、欸、我的飞镖球是不是跟大家的有点出入啊？我怎么永远看不到我的飞镖球啊 ？B 的有机会吗？领主领主，哎呦进来了，抢到一个 B， 哇！那我抢到一个 B 的话，那代表我待会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呢、欸。那我们就看一下有没有 D 或是其他的。我刚刚好像也有拿到卷子 A 之类的哦，我们到时候来看一下。好扯哦！哎，我好像这几天有打悬赏令，我的悬赏令好像都是零伤害哎、欸，不能怪我哎、欸，我就是什么悬赏，我就是什么飞镖球都拿不到啊！你好歹让我打一下飞镖球吧，对不对？让我看起来有在做事情嘛，不要每次都这样。我真的很想要贡献一下好吗 ？I need 的贡献，我需要好吗？我拜托。来，哦，吃到一个飞镖球了，我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没干，然后拿这么多东西，如果我什么事情都没干，然后还拿到那个逆卷的话，那就太嗨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没有没有。好，我们先打自己的。我们这边有很多张哎，希望打完之后可以拿到，好不好？有人要来一起滴滴吗？有疾风之焰、啊、跟我们右云，哇，抢到之后秒退，就代表他当初要抢的应该不是这张卷子这样子啊，他要讲的不是这张卷子啊，我其实也不是要打这些的、啊，我是要打领主啊，我还没有给领主造成任何一滴伤害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每次还没有打，他就死掉了，有够扯。每次还没有打他就死掉了，来来来，继续加油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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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哎，我有飞镖球了，各位，太好了。果然自己的场子要自己吃啊！有哦有哦有哦，这才对嘛！这就对了，为什么前面我都没有飞镖球嘞？啊，还是因为我们自己伙伴打太快了、啊？哇，没掉，只有掉豆沙粽。哇，越看粽子越想吃哎、欸，尤其是这种甜的，甜的感觉就哇，嘴巴在流口水了，各位。
来来来 ，B 的吃岩卷啊，有机会可以掉 A 级的这个卷卷哦。快来快来，快来快来，一起打卷卷。OK 吧 ，OK 吧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飞，飞，飞！有啦，至少我还是有点贡献的，好不好？这样看起来才正常嘛。前面那几次到底是怎样，对不对？没有东西，呵呵，没东西，有点小惨，没关系，继续继续。拿到一张卷子我也爽，好不好？我也愉悦。希望了，来出发！哇，我真的好想要用我的飞镖球打到一下领主哦！我想用我的飞镖球打到一下领主，这个梦想会不会太困难？还好吧，应该还好吧。嘟嘟嘟嘟嘟嘟。来。哇。我真的是拿不到任何的那个灰雕球然后就一直在躺哦，来了，各位来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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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果然好不好？果然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个 A 的，这个 A 的有机会拿到没有我以为这个 A 的有机会拿到 S 就没有这个头陀好烂，还是我们今天拿到 A 了，所以就没办法再拿到那个了，会不会是这样的设定？会有那么鸡巴的设定吗？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假的啦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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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噜噜噜，噜噜噜噜。好，来。坨坨。他声音好像这样，被吓到这样。大龙，你看我这个剑完全没练，啊，哭不出来了，哭来也哭不出来了，好，没了，这本来好像就不会掉。来，各位领主 A 级的，一定超多人。来，我数到一，全部满一，而且都不会退哦。来，然后拜托出 A 四。我们从 A 然后打到 S 然后再打到 SS、有没有机会？做梦比较快，做梦比较快吗？加油加油，来了，好不好？希望这一次我可以摸他一下，啊，一下就好了。我真的不知道大家是用什么东西来打他的欸。我上次好像真的是完全看不到任何的那个手里剑。
对啊，你看到现在还是没有。还是其实伤害是要用武器打的、啊。看起来是要用武器打。哎、欸，有了，终于有一飞镖球！哇，人生第一颗飞镖球终于来了！啊，我拿我的招式悬空。他好像招式就是这样，一直喷冰，喷冰哦，喷球球喷冰这样。什么东西？啊？我怎么看不懂？刚刚是怎样？哇、哦，哎、欸，他才刚要开始连炸冰而已，就结束了。啊，好可惜，没有东西。还蛮爽的啦。哇！哎、欸，领主目前来说，大家要打到什么等级，蛮厉害的吗？都可以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只有拿到一张 A， 好不好？还算不错，再打一个，耶、yeah! ！抢到两张，太爽了！今天一次打两个梦境领主，啊，搞不好等一下我们又打到 S 卷，我就今天一次打三个梦境领主，舒服，太神了，太神了，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刚刚确实是有让大家看到他的那个后面的那个连炸区哦，啊，连炸区感觉确实蛮可怕的啊，一直冰冰冰冰冰啊，冰冰冰冰冰的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还好，哎，可是其他人真的都好快就可以打了，我觉得应该是开武器吧，因为我的人生没有那个啊，没有任何的那个水标。哦，来了，就是这个，哇哇哇哇哇，刚连续被捅了好几下，但是我们没死。那是因为他的那个等级可能比较低一点点。哇，蛮帅，他就是一个召唤冰球的这个大哥哥。哦，哎，出货了，是不是该分一下？好爽哦！就是出在别人那边啊，各位，果然，大家的 S 券还记得吗？你们想要 S 券或是什么东西？我都会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就是最好的幸运福神。Oh、my God， 就不是我的，好惨！居然不是我的，没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了。大家这个席梦如歌目前都打得怎么样了？你们觉得我们这个，哎、欸，我们这个梦境哥哥啊，厉不厉害呢？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对他的看法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视频再见喽，大家拜拜啦！